十货一颗包子，而且还加酸辣酱的哦，拿来钓鱼。有没有？冲的非常非常干净啊。OK。好大一窝，泰国鲤，不知道跑去哪里。掉了，满溪都是垃圾，待会再捡一捡，这个太夸张了。主要是鲫鱼饵都浮瘦了，在玩水，这个水很可怕的呢。阿内姆汤哦，家长都没有告知。
话，股市呢没有办法待啊，两百嘞。爱怎么爱吃？丢了，哎呦，钓到鲫鱼！啊，我用包机钓到鲫鱼，爽了爽了！包子啊，爱吃包子哦。漂亮，赞！钓到鲫鱼都比较大点，真的不赖。那包子就很强。啊，小二火柴可以哦。包子失效。哦，又是呆呆，哎，无鲫鱼，鲫鱼了啦，一条。这包子很强哦，而且要加甜辣酱的哦，记得哦，要加甜辣酱哦。这个菜包超强的，我哪一家的？耶，又是鲫鱼！真的嘞，这边鲫鱼爱吃菜包哎。
哦，不过这只都受伤了，那还是鲫鱼没错吧？没骗你吧？第三条也是鲫鱼，不错，钓到三条了。阿福也哎呀，我阿福，阿福太贪吃。现在一次就吞两钩，他那个是高丽菜呢，哦，原来是这一间哦，年金食品有限公司哎，他的高丽菜包，高丽菜包，超强的哦，不是什么东西，哦，是鲶鱼吗？十分太强，刚鱼钓到，太强，刚鱼，哎呦，刚都钓到，来吧。
圾，垃圾只能送到这里了，这边应该有清洁队来收了，麻烦他们了，太多载不回去，冰箱里也有垃圾。好了 ，OK， 希望就算再怎么脏乱的环境，再怎么脏乱的钓场，也不要乱丢垃圾了。好了，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